来的话，哈，那我要的资料呢？因为找到最大，对不对？那最大之后的话，我要知道说最大的位置在哪里？它应该是在107，好，在这边。那我怎么知道107列呢？就必须用 match，好，用 match 的方式。那 match 找到在第几列之后的话呢，再用 index 取得什么呢？它这个范围里面，因为我们刚刚有设 A、B、C 哈，这个范围是什么呢？是考题。那如果 index，它应该是第一栏，那就它就抓第一栏的资料过去。index 是二的话就抓第二栏，index 是三的话就抓第三栏。好，所以这边的话会用到三个函数的综合应用。接下来怎么来达到这个目的啊？首先的话，把刚刚的这个 large 哈，把它先剪下来好了，等下再贴回去会比较方便一点。这里的话呢，请你在这边找到一个 match，所以打一个 m，好，打一个 m。不能用 find 啊不能用 find。，find 的话是找字串，找字串，那 match 是找比对我们的那个里面的值，啊，find 是找字串的，不一样的东西哈。好，按确定啊，确定之后的话呢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再把什么 lookup value 是要找什么呢？找刚刚最大这一个，然后呢，第二个 lookup 的 array 是在哪里找呢？找刚刚那个抽屉的范围，就是一的那个范围，有没有？再用 F3。找到抽屉，那它的这个地方比对的方式的话呢，请你输入零。零的话呢，其实有点跟那个像那个 VLOOKUP 很像。零的话呢是完全比对，哦，那一的话我记得是比预设的小，负一的话是比预设的这个值还大，哦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如果说呢，我们前面是零或一啦，VLOOKUP，那这边多一个负一啊，那这里我们完全比对，请你输入零就好了，好，零之后的话呢，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？它会有这个有个错误，不要理它了哈、哦。这边会传回什么呢？107，所谓107就是说这个范围里面的第107列的意思，好、哦，第107列找到之后的话，按一个确定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往下填满，你就可以知道呢，到底哈、哦、match 的位置是在位置哦，直到位。可是接下来我要把那个位置的东西抓回来的话。就必须再配合一下 index 的函数，好，所以你会发现呢，这边 match 跟 index 哈是两个 partner，一般会用 match 就会用 index 抓，就是先找到位置，再把资料抓回来。那这两个函数呢，基本上哦，还蛮好用的啦，只是说有点稍微小复杂了一点点哈。好，那再来的话，一样把这个怎么样呢？再剪下来，剪下来之后插入函数里面呢，再找到 index。index 之后的话呢，这边直接按确定就好了，也是一样哈、哦。总共会有几个部分，第一个 array 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的范围要抓资料的范围就是。